梅雨这个锋面来袭的关系，高雄就有一名吕姓男子七号晚间在巡视自家的芒果园时，疑似是不慎触摸这个电网，被发现的时候呢是没有了生命迹象。警方获报呢，到现场第一时间是赶紧将人送医救治。事件呢是发生在高雄甲仙区，这名吕姓男子是为了防止猴群入侵，所以是架设起这个防猴的电网，没有想到就在巡视果园的时候呢，疑似误触，送医之后人就不治。不过详细的死亡原因，警方还有待进一步的厘清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